Thank you.
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喺喺呢度啦。咁你試下用你哋嘅眼神去同嗰個人望下。2、3，好，咁我哋咧就將個袋咧，佢去送俾隔離個女人嘅，就同佢講聲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啊！嚇，祝好，這個他送給你的。好。老師，你同他說生日快樂。一祝你身體健康。老師，送給隔壁的兩位，祝你身體健康，真的快樂。老師，給他吧，說生日快樂。生日快樂。什麼？這個是黃子靖。想推動一下大家，祝福一下身邊的其他朋友仔。亦都預備了每個人一份小小的蛋糕，就跟大家呢慶祝生日的，好不好？熊仔呢初來報道，我不知道買什麼適合到你們吃，所以呢就買些最簡單，買紙包蛋糕給你們當是茶點吃就好了，這樣咯。啊，那記住大家，不要放這麼久，快快手吃，不要吃住，家住婆婆不要吃住。係啦，咁啱送俾你哋嗰個嘅禮物啦，入邊個毛巾咧都係俾你哋喺院舍用嘅，係啦，都係院舍用得嘅。係啦，係啦，冇